胖胖虎，贝贝跟啊，有小偷。警察来了，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这里遭小偷了，我的钱都不见了，我的金子和珍珠都不见了，我的书也不见了，我的食物也是，我的玩具也是，我所有的玩具都不见了。我想这肯定是小偷鲨鱼家族做的好事。小偷鲨鱼家族？是的，小偷鲨鱼家族昨晚从监狱逃走了。小偷鲨鱼家族成员是海洋中最坏的坏人，我们必须抓住他们，把他们关进监狱。小偷鲨鱼家族就是他们。他们看起来和我们的家族长得有点像，不是吗？怎么可能？颜色相似，但他们看起来很邪恶。你说的对，他们有这样的条纹，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才能找到他们。朋友们，和我一起去抓住小偷鲨鱼家族吧。坏小偷鲨鱼们，我不知道你们躲在哪里，但我要抓到你们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先找小偷鲨鱼妈妈。记住，它有粉红和黑色的条纹。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偷鲨鱼，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小偷鲨鱼，抓住它！哦，碰碰虎，是我，鲨鱼妈妈。我也正在找小偷鲨鱼妈妈，我们再一起找找吧。那是真正的鲨鱼妈妈。我很抱歉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小偷鲨鱼妈妈在哪里？哦，她在这里。不准动，小偷鲨鱼妈妈。哦不，我被抓住了。请放我出去，我不会再犯了。我会把偷的钱都还回来，我不喜欢待在监狱里。朋友们，我听说小偷鲨鱼爸爸经常出现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仔细找找看。记住，它有蓝色和黑色的条纹。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偷鲨鱼，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让我用望远镜来看看，他在这里吗？我只看到有条纹的鱼。那边呢？金鱼、章鱼和海豚，这里也没看到小偷鲨鱼爸爸。我想小偷鲨鱼爸爸不在这里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哦，你看到小偷鲨鱼爸爸了吗？哦，一定是骗人的，我没看到他。什么？你真的看到小偷鲨鱼爸爸了？在哪里？我找到你了，小偷鲨鱼爸爸！太棒了，朋友们！现在马上打开这扇门！待在监狱里真是受够了。好像有点可疑，肯定有一只小偷鲨鱼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。朋友们，你们也这么觉得对吧？让我们在这里找找小偷鲨鱼奶奶，她
还有橘色和黑色的条纹，好吗？小头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头鲨鱼，小头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我找到你了，橘色和黑色的条纹。哦，我看起来像小偷吗？啊，哦不，对不起，老虎。再来一次。那边有一条尾巴在动，橘色和黑色的条纹，我确定那就是小偷鲨鱼奶奶。我找到你了，小偷鲨鱼奶奶。哎呀，你找到我啦！这次你运气不错，如果我躲得更好，你就永远找不到我了。我觉得小偷鲨鱼宝宝一定就躲在这里的某个地方，我们找找小偷鲨鱼宝宝吧。我们要找黄色和黑色的条纹。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偷鲨鱼，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冰淇淋？不，我不想吃冰淇淋。啊哈！你想用冰淇淋引诱小偷鲨鱼宝宝？好的，好主意，朋友们。好吃的冰淇淋，我要全部吃掉咯。啊！冰淇淋，这个冰淇淋是我的，闪开！我抓到你了！啊！哦不！妈妈，爸爸！非常感谢你们，朋友们，多亏了你们，我们才能抓到小偷鲨鱼宝宝。胖胖虎，胖胖虎！哦，胖胖虎，大海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漂浮着，快来看看。好的，我马上去。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觉得小偷鲨鱼爷爷躲在这里的某个地方。胖胖虎，朋友们，请仔细找找看。好的，我们会的。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条纹尾巴，小偷鲨鱼，小偷鲨鱼家族在哪？一起找找吧。等等，有人在沙滩上乱丢垃圾，它飘到这里来了。你们不应该到处乱丢垃圾，我们把它们捡起来吧。呀，我觉得。小偷鲨鱼爷爷就在这里，让我们小心移动。数到三，我们一起抓住它。一、二、三，抓到你了！小偷鲨鱼爷爷被抓住了。哦，拜托，离我远一点。是因为我偷了一些东西吗？我偷的东西不多呀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快把这扇门打开！放我们出去！你们偷走我们珍贵的东西，你们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。是的，你们这些坏小偷鲨鱼家族，我会把你们关进更坚固的监狱，让你们再也逃不出去。谢谢你，碰碰虎警察。是的，谢谢你，碰碰虎。多亏你才能把东西都找回来。没问题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。啊？什么？小偷碰碰虎？抓住小偷碰碰虎！
早安呀！鲨鱼宝宝、鲨鱼妈妈和鲨鱼爸爸都在这里。鲨鱼宝宝，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呢？那里有很多很棒的工作。鲨鱼宝宝未来会想要做什么工作呢？哦，这是什么？有几个神秘的箱子出现在鲨鱼宝宝的面前，我们来打开看看是什么吧。哇哦，鲨鱼宝宝变身成医生了，鲨鱼宝宝现在是医生了哦。医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医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医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医生鲨鱼。哦，我看到那边有个病人，快，我们去帮帮他吧。你还好吗，乌龟？别担心，鲨鱼宝宝会把你医好的。太棒了，鲨鱼宝宝，乌龟说谢谢你哦。接下来会是什么工作呢？哇哦，鲨鱼宝宝变身成警察了，让我们去帮助我们的朋友吧。警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警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警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警察鲨鱼。哦，我在那边看到一只调皮的海盗章鱼。海盗章鱼，不准动！你被逮捕了。哇哦，鲨鱼宝宝救了这些朋友呢。谢谢你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，医生和警察都很适合你耶。哦，这是什么呢？哇哦，是芭蕾舞者鲨鱼。鲨鱼宝宝好漂亮哦。芭蕾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芭蕾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芭蕾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芭蕾鲨鱼。哦，鲨鱼宝宝跑到哪里去了？哇哦，鲨鱼宝宝，你是大海里最华丽、最优雅的鲨鱼。我想知道最后一个盒子里会有什么呢？啊哈，最后一个是勇敢的消防员。消防员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消防员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消防员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消防员鲨鱼。朋友们遇到危险了，鲨鱼宝宝扑灭了大火，你一定很害怕，但你是如此勇敢的鲨鱼宝宝。医生鲨鱼、警察鲨鱼、芭蕾舞者鲨鱼、消防员鲨鱼，每种职业都非常优秀。那么你最喜欢哪份工作呢？无论是什么，你一定都会做得很好。没错，鲨鱼宝宝做什么都会很棒的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紧急状况，紧急状况，嘟噜嘟噜嘟。
啦！嘀嘟嘀嘟，鲨鱼警察在大海里亲切的警察。朋友遇到困难时，别担心，我来帮忙。嘀嘟嘀嘟，亲切的鲨鱼警察。别担心，我来救你。嘀嘟嘀嘟，勇敢的鲨鱼警察。嘟噜嘟噜嘟，嘟噜嘟噜嘟，嘟噜嘟噜嘟，嘟嘟噜嘟噜。任务完成。嘟噜嘟噜嘟，嘟噜嘟噜嘟，嘟噜嘟噜嘟，嘟嘟噜嘟噜嘟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哈哈，嗯，海一说好来我家和我交换玩具的，怎么还没来呢？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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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，鲨鱼宝宝，看，这些都是全新的玩具。哇，我也有一些新的玩具，我们来交换吧。我还做了一个新的交换玩具台呢，太棒了！我们快开始吧，在海底和鲨鱼宝宝交换玩具。让我先来，我想交换这个，一个捏捏松鼠。哇哦，一捏小松鼠就跳出来了，这太可爱啦！那你喜欢这个吗？一个捏捏包子，来交换吧。就一个捏捏包子吗？可是我的捏捏松鼠可是很稀有的，我觉得你应该再加点东西，加加加加加。好吧，那我再给你两个捏捏包子怎么样？这些都是新的哦。三个捏捏包子，好吧，我们来交换我的捏捏松鼠和你的捏捏包子吧。耶，这个捏捏松鼠太可爱了！叮叮叮，我也很喜欢这些捏捏包子哦。好啦，我要走啦。拜拜！海一，你想不想也和我交换一些玩具呢？当然，我先来吧。我想交换这一个，一个恐龙戳戳乐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它听起来也很有趣呢。biu biu biu biu， 哈哈哈，它是很可爱。但是我已经有这个啦，一个超大恐龙戳戳乐，它超级大哦。哇哦，这个好酷哦！我觉得你需要再加点东西哟，海一。我想要这个很久了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鲨鱼宝宝贩卖机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之一。它真的很可爱哦！哎呀呀，鲨鱼宝宝贩卖机！你把硬币放进去，然后按下按钮，就可以买到饮料啦。喏，嗯哼，哒哒，我再加一个碰碰狐零钱盒和鲨鱼爸爸垃圾桶。你可以把硬币装在盒子里。还可以把垃圾丢在垃圾桶里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够吗？没问题，成交。哎哎哎哎哎！啊！
嘿，海一。哦，你好，鲨鱼爸爸。海一，你愿意和我交换这个玩具吗？先让我看看。这是我做给鲨鱼宝宝的玩具，鲨鱼宝宝非常喜欢它。这是鲨鱼宝宝刷牙玩具。哇哦，这怎么玩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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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哇哦，这个好好玩，和朋友们一起玩肯定很开心。啊，你看我这个怎么样？哦，碰碰湖办家家酒餐厅，它还有一个出餐口哦。哦，这个很酷，我们来交换吧。哦，等一等，我的玩具比你的大很多，你可以再加一些玩具吗？没问题。那这是我非常珍贵的玩具，鲨鱼一家冰箱玩具，里面有好多美味的食物。哇，这个太棒了，我们交换吧。哦吼吼吼吼吼！啊哈 ，Yeah！ 鲨鱼宝宝肯定会很喜欢，谢谢你，海一。我的荣幸。海一，海一，你要不要也和我交换玩具呀？好呀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吧，碰碰狐。好啊，看看吧。哒啦，碰碰狐和鲨鱼宝宝抓娃娃机。先把硬币放进去，然后按下按钮移动你的夹子。最后，当你移动到想要的位置时，鲨鱼妈妈，哒哒，鲨鱼妈妈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。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哦，是个鲨鱼宝宝玩偶。哇哦，这和游乐场里的夹娃娃机一模一样。你想用它换我的碰碰狐小车吗？这个很可爱，但是我的比这个大太多了。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的吗，海一？加加加加加。好吧，我再加一套鲨鱼一家小车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可是我的玩具会唱歌，还会闪灯光，再加一个吧。好吧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玩具——碰碰狐冰淇淋游戏。这个超级软哦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哦，这看起来太好玩了。做冰淇淋听起来太棒了，没问题，我们来交换吧。嘿嘿，我来做冰淇淋喽。耶！什么？我的冰淇淋去哪里了？不好意思，碰碰狐，你做的冰淇淋太好吃了，拜！把我的冰淇淋还给我，海一！鲨鱼宝宝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妈妈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妈妈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妈妈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妈妈，鲨鱼爸爸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爸爸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爸爸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爸爸，鲨鱼奶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奶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
噜嘟噜，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。我们是嘟噜噜嘟噜，大海里嘟噜噜嘟噜，可怕的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家族。鲨鱼呀，嘟噜噜嘟噜，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，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，快藏起来。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今天也嘟噜噜嘟噜，活下来了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跳起舞，嘟噜噜嘟噜，就到这，哦耶！嗨，你知道鲨鱼一家吗？要小心哦，他们会咬人。鲨鱼宝宝，黄色鲨鱼，什么颜色？黄色。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是什么颜色？啊哦啊哈，鲨鱼宝宝是黄色的。
我做了一座沙堡。我真的好饿，我应该要回家了。我回来了。玩得开心吗？是的，我盖了一座沙堡，还挖了一个洞。哇，这是我最爱的小鱼饼干，让我来吃吃看。鲨鱼宝宝，在吃东西之前要先洗手。你的手上都是细菌。但我不想，我想吃饼干，一个就好，可以吗？来吧，带你去洗手。不，我不想洗手。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？我确定我看到你进来这里了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呀？晃着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这是鲨鱼宝宝吗？哦，是牙膏。鲨鱼宝宝躲在这里吗？哦，这是一个在吹风的吹风机。鲨鱼宝宝去哪里了？啊，我找到你了，鲨鱼宝宝。我不想洗手。鲨鱼宝宝，如果你不洗手，坏细菌会进入你的身体，让你生病的。让我们一起唱歌，洗手的同时好好玩耍吧。洗洗手，嘟嘟嘟嘟嘟，用肥皂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洗洗手。哇哦！妈妈，这很好玩。现在我的手很干净了。看，当你的手干净的时候，感觉很舒服吧？哦，鲨鱼宝宝，我觉得你也需要洗脸了。洗脸？不要，我不想洗脸。哦哦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，你可以出来一下吗？我确定鲨鱼宝宝就在附近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呀？晃着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我能轻松地找到鲨鱼宝宝，在这里对吧？哦，原来是一只黄色的鸭子。我找到你了，鲨鱼宝宝。爸爸，我不想洗脸。但洗脸真的很清爽，我来帮你吧。洗洗脸，嘟噜噜嘟噜，用肥皂，嘟噜噜嘟噜，干干净净，嘟噜噜嘟噜，洗洗脸。哇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鲨鱼宝宝，感觉如何？很清爽吧？是的，我变得更漂亮了。但你身上有一堆污垢呢，是不是也该洗个澡了呢？我真的不喜欢洗澡。哦，天哪！对不起，爷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鲨鱼宝宝，你的身上真的很脏，你一进来水就变得很浑浊，用肥皂洗洗身体好不好呢？我不喜欢洗澡。鲨鱼宝宝，跟着我来。我们在哪里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在浴缸里。
这是我弄丢的洗浴球。鲨鱼宝宝，让我们来用肥皂洗刷身体吧。洗洗澡，嘟噜噜嘟噜，用肥皂，嘟噜噜嘟噜，干干净净，嘟噜噜嘟噜，洗洗澡。呜呼，嘿嘿嘿嘿嘿嘿。鲨鱼宝宝，你看起来干净多了。是啊，我感觉好清爽，这真好玩。哦不，鲨鱼宝宝，我觉得你也需要刷牙了。我们游过去吧。鲨鱼奶奶，鲨鱼宝宝在这里。鲨鱼奶奶去哪儿了？让我们一起找鲨鱼奶奶吧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伸伸尾巴，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我在这里。啊，在哪里？我看不到你。我在这里。哦吼吼吼！奶奶，你去哪里了？亲爱的，这是什么装扮？我变成了牙仙子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鲨鱼宝宝，你来刷牙了吗？奶奶，我真的需要刷牙吗？当然，鲨鱼宝宝，看这里，用牙刷来刷刷牙齿，把细菌都刷走，然后我们的牙齿会更强壮更漂亮，你明白吗？我们一起刷牙怎么样？刷刷牙，嘟嘟嘟嘟嘟，用牙刷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刷刷牙。哇哦，哇哦，鲨鱼宝宝，你看起来好干净。真的吗？好清爽。洗洗手，嘟嘟嘟嘟嘟，用肥皂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洗洗手。洗洗脸，嘟嘟嘟嘟嘟，用肥皂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洗洗脸。洗洗澡，嘟嘟嘟嘟嘟，用肥皂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洗洗澡。刷刷牙，嘟嘟嘟嘟嘟，用牙刷，嘟嘟嘟嘟嘟，干干净净，嘟嘟嘟嘟嘟，刷刷牙。哇，好闪亮，好干净！鲨鱼宝宝，你看起来干净多了。现在可以吃饼干了，因为你的手很干净。耶！我要吃一块美味的饼干，然后等等再刷一次牙。怎么回事？快来洗澡吧！淋湿你的身体，淋湿你的头发。身体，冲洗你的头发，哗啦哗啦，真好玩。第一步淋湿，淋湿淋湿淋湿。第二步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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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三步冲水，冲水冲水冲水。哈啾，别忘了把脸洗干净。洗澡洗澡真好玩。鲨鱼宝宝在寻找什么东西？
鲨鱼宝宝，你在找什么呢？哦，鲨鱼宝宝太无聊了，他看起来想和朋友们一起玩。哦，快看，是海星，但是他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哇哦，大海里面好多一闪一闪的海星，它们是如此的闪亮和美丽。啊，鲨鱼宝宝，你也想要有星星的图案吗？嗯，我们怎么才能在鲨鱼宝宝的身上放上星星呢？哇哦，五颜六色的颜料和可爱的贴纸，有了这些，我们就可以帮助鲨鱼宝宝变身了。我们先试试看这个深蓝色的颜料吧，然后再来贴上星星贴纸。哇哦，好闪亮的鲨鱼宝宝啊！鲨鱼宝宝，你是大海里最闪亮的星星鲨鱼。星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星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星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星星鲨鱼。哇哦，你比星星还要闪亮！是什么东西滚过来了呢？我们跟着一起去看看吧。哇哦，是一片可爱的爱心海。哦，鲨鱼宝宝，你也想要爱心图案吗？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变身哦。让我们涂上粉红色的颜料吧，然后再贴上爱心贴纸。哇哦，是爱心鲨鱼耶！鲨鱼宝宝，你好可爱哟！爱心鲨鱼嘟噜噜嘟噜，爱心鲨鱼嘟噜噜嘟噜，爱心鲨鱼嘟噜噜嘟噜，爱心鲨鱼。哦，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呢，要不要去看看是什么呢？哇哦，大海里有好多云朵啊，大家都在云朵上休息呢。这次我们来做一个云朵的图案吧，先涂上天蓝色的颜料，再加几朵软绵绵的云朵贴纸，怎么样呢？哇哦，毛茸茸的云朵鲨鱼就完成咯。哇哦，鲨鱼宝宝轻巧的像一朵云呢。云朵鲨鱼嘟噜噜嘟噜，云朵鲨鱼嘟噜噜嘟噜，云朵鲨鱼嘟噜噜嘟噜，云朵鲨鱼。哦，是什么东西飘下来了呢？让我们去看看吧。哇哦，这些花朵都好漂亮啊，闻起来也好香呢。鲨鱼宝宝，这次来变成花朵的图案怎么样呢？首先帮你涂上绿色的颜料啊，还有别忘了花朵贴纸哦。哇哦，花朵鲨鱼变身完成咯。嗯，你闻起来真香甜。哦不，蜜蜂们一定是把鲨鱼宝宝当成一朵真正的花了。快，我们快躲到那边吧。花朵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花朵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花朵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花朵鲨鱼。星星鲨鱼、爱心鲨鱼、云朵鲨鱼、花朵鲨鱼，朋友们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下次再来的时候，
选一个喜欢的图案，我们再一起装扮鲨鱼宝宝吧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哇，昨晚睡得真好。嗨，朋友们，昨天是万圣节，所以我和我的家族拿到了很多糖果。看，我得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巧克力。这些我要留着等一下吃，这个我今天要吃。哦天哪！啊，你们吓到我了！万圣节已经过去了，请停下吧。妈妈、爸爸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僵尸病毒正在大海里蔓延呢，我这里有四颗解药，先送给你，我会尽快给你更多的，你要保重。好的，谢谢碰碰虎。哎呀，这是碰碰虎送来的解药，我需要给我的家人吃这个，让他们恢复正常。朋友们，你们能帮助我吗？我太害怕了，妈妈最喜欢的房间是卧室，所以我要在这里找找她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呀？放好尾巴，鲨鱼妈妈。宝宝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全家因为僵尸病毒而变成了僵尸，还好你吃了解药，恢复正常了。哦，谢谢你，鲨鱼宝宝。我们去救出其他家人吧。嗯，鲨鱼宝宝，我要去确认一下洗手间。如果你找到其他家人，就呼喊我，好吗？好的，妈妈。现在爸爸在哪里呢？爸爸。哦，朋友们，我觉得鲨鱼爸爸就在这附近，让我们一起找找他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呀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。好啊，我好啊！吃这个。吓到我了！但是爸爸在哪里呢？啊，我找到他了！你是鲨鱼爸爸吗？不行，鲨鱼宝宝退后。鲨鱼宝宝丢解药。亲爱的，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？哦，我做了一个梦吗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们全家都被僵尸病毒感染了，鲨鱼宝宝用解药救了我们。哦，太感谢你了，鲨鱼宝宝。这都要感谢碰碰虎给我的解药。
但我需要帮助其他海洋动物朋友恢复正常。什么？我觉得有人跑出去了。我觉得是鲨鱼奶奶和爷爷。快，我们跟着他们。奶奶，爷爷。啊，他们去哪了呢？哦，奶奶。奶奶躲在南瓜后面。朋友们，请帮助我们。如果你看到鲨鱼奶奶，告诉我们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橘色尾巴，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奶奶，你在这里吗？哦，我觉得她不在这里。那这里呢？不在这里，她会在哪里呢？哇！鲨鱼宝宝丢解药。哇，我的头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哦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们全家被僵尸病毒感染了，而鲨鱼宝宝救了我们。哦，亲爱的，谢谢你。但是鲨鱼爷爷在哪里呀？那是爷爷的声音。我们去检查一下，你们先待在这里。不，我要找到鲨鱼爷爷。鲨鱼宝宝，跟我一起来。好的，奶奶。鲨鱼宝宝，让我们找到鲨鱼爷爷，让他恢复正常吧。好的。我们一起找找看。鲨鱼爷爷在哪里呀？绿色尾巴，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在哪里呀？一起找找吧。鲨鱼爷爷，你在这里吗？嗯，你是谁？竟敢敲我的门？哦，那个坏蛋独钩手船长还是那么坏。嗯，哦，我觉得那是爷爷。哦，在哪里？在这里吗？鲨鱼爷爷，请醒醒啊！鲨鱼宝宝，给我解药。好的。啊，哦不，我丢得太远了。鲨鱼宝宝，妈妈，爸爸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弄丢了解药。啊，哦不，嗯，我们应该先安抚一下鲨鱼爷爷。醒醒吧，爷爷，是我们，你的鲨鱼家族。哦不，我的爷爷，我该怎么办？哦，对了，没错。咦，鲨鱼爷爷，请吃下这个。我爷爷，鲨鱼爷爷，你怎么认不出我们了？啊，对不起，大家都没事吗？是的，我们都没事了。还有一件事，碰碰虎找到了很多解药。是的，我迅速找到了一些解药来帮助海洋中的朋友们。非常感谢你，碰碰虎。我们去帮助所有的海洋动物朋友吧。好的，我们快去吧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数到三，然后丢出解药吧。一、二、三。大家都恢复正常了，真高兴大家都平安回来了。你们都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们回家休息并吃些美味的东西吧。好主意。
朋友们，你们今天这么努力帮助我，我们进去休息一下吧。鲨鱼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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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鲨鱼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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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鲨鱼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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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大海里可怕的鲨鱼家族。鲨鱼呀，嘟噜噜嘟噜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快藏起来，啊！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今天也嘟噜噜嘟噜活下来了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跳起舞，嘟噜噜嘟噜，就到这。哦耶！Hello， 鲨鱼宝宝，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做些什么有趣的活动呢？哇，你们看，有一个藏宝箱，好想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呀，让我们打开看看吧。哇哦，有好多五颜六色的蛋。这些蛋会是谁的呢？让我们先看看这颗蛋。哇哦，好像是恐龙的蛋，头顶带有一把黄色梳子，跟鸡长得好像啊。啊哈，是四鸡龙。哇哦，你跑得真快。四鸡龙嘟噜噜嘟噜，四鸡龙嘟噜噜嘟噜，四鸡龙嘟噜噜嘟噜，四鸡龙。哇哦，四鸡龙鲨鱼得到第一名，我就知道你可以的，恭喜你，四鸡龙鲨鱼。这些一定都是恐龙蛋，接下来我们该看看哪个蛋呢？哇哦，它有三个强壮且锋利的角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恐龙吗？答对了，是强大有力的三角龙。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。鲨鱼宝宝变成三角龙后，开始吃草了，因为三角龙是草食动物。好吃吗？接下来我们该变身成什么恐龙呢？什么恐龙的头骨又厚又硬？答对了，是铁头的肿头龙。肿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。头骨好坚硬啊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恐龙蛋了，
会不会是一只可怕的恐龙呢？我好害怕。Roar, roar！ 是恐龙之王暴龙，大家快跑啊！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。暴龙鲨鱼正在追赶小鱼们。四脊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中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。鲨鱼宝宝变身成恐龙很有趣，对吧？有没有很开心啊？下次变身成更有趣的东西吧，拜拜。鲨鱼宝宝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妈妈嘟嘟嘟嘟嘟，鲨鱼爸爸嘟嘟嘟嘟嘟，奶奶来啦，鲨鱼奶奶嘟嘟嘟嘟嘟，鲨鱼爷爷嘟嘟嘟嘟嘟，我们是嘟嘟嘟嘟嘟鲨鱼家族。等一下，哈，鲨鱼阿姨嘟嘟嘟嘟嘟，鲨鱼阿姨嘟嘟嘟嘟嘟，鲨鱼阿姨嘟嘟嘟嘟嘟，鲨鱼阿姨。鲨鱼叔叔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叔叔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叔叔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叔叔。鲨鱼兄妹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兄妹嘟嘟嘟嘟，鲨鱼兄妹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兄妹。我们是嘟嘟嘟嘟嘟，大海里嘟嘟嘟嘟嘟，可怕的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家族。鲨鱼呀，嘟嘟嘟嘟嘟，快跑呀！今天碰碰狐要将美味的饼干带给鲨鱼家族。碰碰狐游入海里，咦，怎么都看不到鲨鱼一家呢？大家都去哪里了？碰碰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迟到了，但该怎么办呢？鲨鱼妈妈、爸爸和宝宝都还在厕所里呢。他们被困在厕所里，因为没有卫生纸。碰碰狐，你可以带一点卫生纸给他们吗？小朋友们，我们跟碰碰狐一起带卫生纸给他们吧。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妈妈吧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放好尾巴，鲨鱼妈妈，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这条粉红尾巴是鲨鱼妈妈吗？碰碰狐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你在排队等厕所吗？如果你很急的话，可以先去哦。哦，是美人鱼耶，没关系，谢谢你。啊，我刚刚在这里好像听到了一个放屁的声音，会是谁呢？如果你需要使用厕所，可能要再等一下哦。哦，好臭！好的，乌龟。这是鲨鱼妈妈吗？是的，是我呢，鲨鱼妈妈。小朋友们，可以给我粉红色的卫生纸吗？哦，谢谢小朋友们，我上完厕所后都擦干净咯。好棒啊，小朋友们。鲨鱼妈妈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？记得要洗手呢，鲨鱼妈妈。洗干净，嘟噜噜嘟噜，洗洗手。哇哦！下一个来找找鲨鱼爸爸吧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蓝色尾巴，
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我找到了蓝色尾巴，是鲨鱼爸爸吗？我不是鲨鱼爸爸呢，我是蓝色的鲸鱼妈妈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鲸鱼妈妈。那边有两个蓝色尾巴，哪一只是鲨鱼爸爸呢？这里吗？我们一起来叫叫鲨鱼爸爸吧。鲨鱼爸爸，你在这里吗？是的，小朋友们，现在可以给我蓝色的卫生纸了吗？哦，我上完厕所后都擦干净了，谢谢小朋友们。记得要洗手呢，鲨鱼爸爸。洗干净，嘟噜噜嘟噜，洗洗手。哇哦！最后，我们来找找鲨鱼宝宝吧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黄色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哦，这里一定是鲨鱼宝宝。呱呱，泡泡虎，我的肚子好痛，等等再跟你聊哦，呱呱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其中一个一定是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有可怕又尖尖的牙齿。小朋友们，哪一只是鲨鱼宝宝呢？找到鲨鱼宝宝了！终于找到我了，小朋友们，谢谢！嘿嘿，我是黄色海豚呢。小朋友们，可以给我黄色的卫生纸吗？谢谢小朋友们，我上完厕所后都擦干净了，我们快回家吧。记得要洗手呢。洗干净，嘟嘟嘟嘟嘟，洗洗手。哇哦！鲨鱼妈妈、鲨鱼爸爸、鲨鱼宝宝都把手洗干净了。哇，好干净！胖胖虎，小朋友们，多亏了你们，我们才能从洗手间出来。谢谢胖胖虎，谢谢小朋友们。小朋友们想要上厕所时不要憋着，要马上就去哦。那么我们现在来吃美味的饼干吧。嗯，胖胖虎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呢。胖胖虎，你还好吗？鲨鱼宝宝正在海里游泳。鲨鱼宝宝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啊，那是什么？哦，它要去哪里呀？鲨鱼宝宝，你还好吗？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有趣！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呢，会是什么呢？哇哦，鲨鱼宝宝有了像猎豹一样的黑色斑点，你看起来好棒！猎豹鲨鱼嘟噜噜嘟噜，猎豹鲨鱼嘟噜噜嘟噜，猎豹鲨鱼嘟噜噜嘟噜，猎豹鲨鱼。猎豹比狮子和老虎跑得还要快。哇，真的好快啊，快到看不到了。猎豹是超酷的动物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变身成什么动物呢？
哇哦，这次鲨鱼宝宝有了和斑马一样的黑白条纹。斑马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斑马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斑马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斑马鲨鱼。嗨，斑马，很高兴见到你哦。你有见过斑马鲨鱼吗？哦，我们好像吓到斑马了。对不起。啊，这是什么图案呢？哇哦，鲨鱼宝宝有了像长颈鹿一样的棕色斑点。长颈鹿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长颈鹿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长颈鹿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长颈鹿鲨鱼。长颈鹿的脖子很长，所以可以吃到高处的食物。没错，鲨鱼宝宝，虽然你没有长长的脖子，但是你是个很棒的猎手，游泳游得也很好哦。最后一个盒子里会是什么呢？哇哦！鲨鱼宝宝有了华丽的孔雀羽毛。孔雀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孔雀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孔雀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孔雀鲨鱼。哇哦！鲨鱼宝宝的尾巴上有一把五颜六色的扇子，好漂亮哦！猎豹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斑马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长颈鹿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孔雀鲨鱼。变成不同的动物花纹，真是太有趣了。下次我们会变身成什么呢？好期待哦！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的生日派对，但是为什么我的朋友都还没来呢？大家都说他们会来的。我想我要自己来玩字母拼图了。哦不，我的字母飘走了，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去找回我的字母吧。爸爸，你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些字母呢？看看那边的托盘吧，也许他们会和蛋糕装饰在一起。哦，我们去看看托盘吧。只看到一些贝壳和海星呢，字母在哪里呢？啊哈，我找到了，字母 A、B 和 C。我想字母 D 一定就在这附近。哇，我找到了，字母 D 在甜甜圈上。让我们把这些字母放到拼图上吧。 A B C D， 哇，我们找到了，接下来我们再去客厅找找吧。哇，我找到了字母E。我又找到了一个字母 F， 下一个字母是 G， 你能看到它在哪里吗？我没有看到它。哦，这是谁的尾巴？哦，呵呵呵，鲨鱼宝宝，字母 G 在这里，是鲨鱼奶奶给你的。
谢谢你，鲨鱼奶奶。下一个字母是 H， 但我觉得它不在这里，我得去其他地方找找看。鲨鱼宝宝，如果你能正确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给你字母 H。 House 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？另一个和 House 相同意思的词，哦，我知道了， HOME 家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太棒了，鲨鱼宝宝你好聪明，给你字母 H 吧。哇哦，谢谢妈妈。朋友们，我们回去把这些字母放在正确的位置吧。 E F G H， 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应该去哪里呢？没错，我们去我的房间吧。现在我们需要找到 I J K L。我看不到任何字母。这是谁的尾巴呢？一条绿色的鲨鱼尾巴。嘿嘿嘿嘿，是我，鲨鱼爷爷。鲨鱼宝宝，我准备了一些冰淇淋给你和你的朋友们，你们想吃吃看吗？我想吃。是字母 I， 它在冰淇淋的上面。鲨鱼宝宝，那边在跳跃的是什么呢？啊哈，是字母 J， 字母 J 在跳跃。现在字母 K 和 L 在哪里呢？娃娃们，你们有看到字母 K 和 L 吗？哇，我们找到了。无尾熊娃娃给了我字母 K， 狮子娃娃给了我字母 L， 太有趣了。 I J K L。 我们还没检查过浴室，我确定浴室里一定也有字母。我已经找到一个字母 M。接下来我们要找字母 N， 它会在哪里呢？字母 N 从报纸上掉下来了，但是报纸后面是谁呢？有人放屁然后跑掉了。让我们先找字母 O。 它会在哪里呢？哇哦，在这里，字母 O。 我们把它放到拼图板上吧。 M N O。 那听起来像是我的朋友们，一起去看看吧。一条尾巴，这是谁的尾巴呢？噔噔，吓到你了吗？我是鲨鱼宝宝的哥哥，鲨鱼哥哥。我是鲨鱼宝宝的姐姐，鲨鱼姐姐。我是鲨鱼宝宝最好的朋友威廉。鲨鱼哥哥，鲨鱼姐姐，威廉，我以为你们忘了我的生日呢。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呢？鲨鱼宝宝，你怎么不捡起那个字母 P 呢？哇，我找到了字母 P， 但这是什么？这叫做皮纳塔，如果你用棍子打破它，就会有一个惊喜出现哦。哈哈哈，哈，哈，哇哦，
有好多好吃的糖果，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些字母 Q R S， 我们一起吃糖果吧。鲨鱼宝宝，我想我们的下方有一些字母呢。哦，那是什么呢？哇，是气球，那里面还有一些字母。我们去戳破气球，把字母拿出来吧。一，字母 T， 然后是字母 U。最后是字母 V。 哦，鲨鱼宝宝，还有一些朋友躲在这里。你说的对，我找到你们了，朋友们。生日快乐，鲨鱼宝宝！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，现在让我们去开派对吧。耶！Q R S T U V， 大家都到了，我们开始欢乐派对吧！生日快乐，鲨鱼宝宝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耶！鲨鱼宝宝生日快乐！真是太感谢大家了。鲨鱼宝宝，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些礼物，你想要打开它们吗？当然要。WXYZ。 哇，我们找到了所有的字母。哇，这是我想要的游戏机呢，太谢谢你们了。鲨鱼宝宝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妈妈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妈妈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妈妈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妈妈，鲨鱼爸爸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爸爸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爸爸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爸爸，鲨鱼奶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奶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奶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奶奶。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。我们是嘟噜噜嘟噜大海里，嘟噜噜嘟噜可怕的嘟噜噜嘟噜鲨鱼家族。鲨鱼呀，嘟噜噜嘟噜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快藏起来。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今天也嘟噜噜嘟噜活下来了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跳起舞，嘟噜噜嘟噜，就到这，哦耶。朋友们早安，早安鲨鱼宝宝。哦，朋友们，我有一个烦恼，你们可以帮帮我吗？哦，鲨鱼宝宝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，我们一起去帮助鲨鱼宝宝吧。鲨鱼一家看起来不是很开心呢，发生什么事了呢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们之中谁身上的颜色最好看呢？那当然是粉红色了。看吧，你们肯定也这么觉得。
哦，大海变成了粉红色。看，粉红色的大海比之前更漂亮了。粉红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粉红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粉红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粉红大海。怎么可能？蓝色才是最漂亮的。大海一直都是蓝色的，所以蓝色的大海才是最好看的。这次变成了蓝色的大海。蓝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蓝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蓝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蓝色大海。不不，橘色的大海才是最美丽的。让你们看看橘色有多么漂亮吧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大海变成了橘色。橘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橘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橘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橘色大海。无论你们怎么说，绿色才是最棒的。我想你们都搞错了，没有比绿色更好看的颜色了。大海变成了绿色的，就像鲨鱼爷爷的颜色呢。绿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绿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绿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绿色大海。等一下，粉红色才是最美丽的，蓝色才是最完美的颜色。不，橘色才是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决定哪个才是最棒的颜色吧。哦不，鲨鱼一家好像快要吵起来了。哦，大海正在变成各种颜色呢，海星、章鱼他们也变了颜色。大海渐渐变成一种奇怪的颜色了。哦不，有一条小鱼在哭呢。小鱼，你怎么了？哦，你想变回你原本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紫色小鱼。我们只考虑了自己喜欢的颜色，但是紫色才是最适合你的颜色。哇哦，鲨鱼一家正在打扫大海。大海现在的样子才是最美丽的，就像鲨鱼一家一样五彩缤纷。鲨鱼一家嘟噜噜嘟噜，鲨鱼一家嘟噜噜嘟噜，鲨鱼一家嘟噜噜嘟噜，鲨鱼一家。果然聚在一起游泳的鲨鱼一家看起来才是最棒的，你们都和好了对吧？谢谢你们再次把大海打扫得这么干净，朋友们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鲨鱼妈妈，嘟噜噜嘟。
鲨鱼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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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鲨鱼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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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鲨鱼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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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嘟噜噜嘟噜大海里嘟噜噜嘟噜可怕的嘟噜噜嘟噜鲨鱼家族，鲨鱼呀嘟噜噜嘟噜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快藏起来啊！没事了嘟噜噜嘟噜，没事了嘟噜噜嘟噜，今天也嘟噜噜嘟噜活下来了，真开心嘟噜噜嘟噜，真开心嘟噜噜嘟噜，跳起舞嘟噜噜嘟噜，就到这哦耶！快来快来帮帮我，有人拿了我的玩具，快来快来帮帮我，有人拿了我的玩具，朋友别担心，我会帮你找到。预备，变身！这是我的衣服吗？不是。这是我的衣服吗？对了。这是我的工具吗？不是。这是我的工具吗？哦，对啦。警察，准备，出动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你被逮捕了。警察先生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需要帮忙就打电话，随时随地，我是警察，嗨嗨嗨！快来快来帮帮我，失火了失火了！快来快来帮帮我，失火了失火了！朋友别担心，我会把火扑灭。预备，变身！这是我的衣服吗？不是。这是我的衣服吗？对了，这是我的工具吗？不是。这是我的工具吗？哦，对啦，消防员准备出动，喷水咻咻，喷水咻咻，消防员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有火灾就打电话，我会帮忙，我是消防员，嗨嗨嗨。快来帮帮我，我的头好痛好痛，快来快来帮帮我，我的头好痛好痛。朋友别担心，我会帮你治好。预备，变身，这是我的衣服吗？不是。这是我的衣服吗？对了。这是我的工具吗？不是。这是我的工具吗？哦，对啦，医生准备出动，你需要打针，嘣嘣，要打咯，嘣嘣，医生谢谢你。不客气，生病了就打电话，我会照顾好你，我是医生，嘿嘿嘿。要帮忙就打电话，警察先生，有火灾就打电话，消防员，生病了就打电话，医生，超级救援队，哦耶！碰碰狐今天要和鲨鱼家族一起去游泳，跟着碰碰狐一起游入海里吧。小朋友们，帮帮我！哦，是鲨鱼奶奶和鲨鱼爷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晚上，一些坏海盗猴带着鲨鱼妈妈、鲨鱼爸爸和鲨鱼宝宝进入丛林里了。如果不赶快去救他们，鲨鱼家族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呢、啊。请救救我们的鲨鱼家族！哦不，碰碰狐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去丛林寻找鲨鱼家族吧。我们先来找找鲨鱼妈妈吧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放好尾巴，鲨鱼妈妈，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
哦，有一条粉红色的尾巴在摇动，是谁呢？我正在钓鱼呢，但因为你的关系，鱼都跑掉了，碰碰虎。是红鹤呢，不好意思。这是鲨鱼妈妈吗？你好，碰碰狐，这是我的耳朵呢。是粉红大象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啊哈，我找到鲨鱼妈妈了。是的，是我呢，鲨鱼妈妈，谢谢你找到我。我想鲨鱼爸爸也在附近，能帮我找找鲨鱼爸爸吗？当然没问题，一起找找鲨鱼爸爸吧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鲨鱼爸爸应该就在这附近呢。小朋友们，我看到两条蓝色的尾巴了，哪一只才是鲨鱼爸爸呢？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叫叫鲨鱼爸爸吧。鲨鱼爸爸，你在这里吗？答对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能帮我让我从这棵树上下去吗？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鲨鱼爸爸从树上下来呢？我来帮你。嘿嘿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鲨鱼妈妈嘟嘟嘟嘟嘟，鲨鱼爸爸嘟嘟嘟嘟嘟，在这里嘟嘟嘟嘟嘟，找到了。哇哦！我们现在来找找鲨鱼宝宝吧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黄色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哦，这是谁？我是猎豹，让你看看我有多快。哇，好厉害哦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哦，找到鲨鱼宝宝了。哈哈，终于抓到碰碰狐啦，太棒啦。呜呼哈哈，我今晚要和我的朋友们举办盛大的派对。哦不，有没有谁可以帮帮我们呢？哦，那边有一条闪烁的尾巴，碰碰狐，试着拉拉那条尾巴。哦，你又在做坏事，海盗猴。哈，是丛林之王狮子。哦，好险，狮子先生，非常感谢你，也非常感谢各位小朋友们。不用客气，我代替猴子们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会责骂猴子，以后他就不会再这样做了。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，在这里嘟噜噜嘟噜，找到了。哇，鲨鱼妈妈、鲨鱼爸爸和鲨鱼宝宝，大家都回到大海了，小朋友们好棒哦。碰碰狐，小朋友们，多亏了你们，我们才能够回到大海。谢谢碰碰狐，谢谢小朋友们。好棒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游泳吧。耶，真开心。鲨鱼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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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鲨鱼奶奶，
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，我们是嘟噜噜嘟噜大海里嘟噜噜嘟噜可怕的嘟噜噜嘟噜鲨鱼家族。鲨鱼呀，嘟噜噜嘟噜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，快藏起来！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今天也嘟噜噜嘟噜活下来了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跳起舞，嘟噜噜嘟噜，就到这，哦耶！鲨鱼宝宝看起来有点累耶。啊，鲨鱼宝宝，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我们可以给鲨鱼宝宝吃点什么东西呢？哦，有东西从船上掉下来了。哇哦，有好多水果呀！朋友们，为了让鲨鱼宝宝恢复活力，我们给它吃一些美味的水果怎么样呢？这里有红色的草莓，看起来很好吃呢。鲨鱼宝宝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红色草莓嘟噜噜嘟噜，红色草莓嘟噜噜嘟噜，红色草莓嘟噜噜嘟噜，红色草莓。鲨鱼宝宝吃了草莓，变身成草莓鲨鱼了。好吃吗，鲨鱼宝宝？接下来我们应该吃哪一个水果呢？哇哦，是蓝色的蓝莓。嗯，闻起来很香甜。蓝色蓝莓嘟噜噜嘟噜，蓝色蓝莓嘟噜噜嘟噜，蓝色蓝莓嘟噜噜嘟噜，蓝色蓝莓。这次鲨鱼宝宝变身成蓝莓鲨鱼，你看起来很棒。我想知道这个柑橘类水果是什么呢？哦，是粉红色的葡萄柚。嗯，好清香啊，我都要流口水了呢。粉红葡萄柚嘟噜噜嘟噜，粉红葡萄柚嘟噜噜嘟噜，粉红葡萄柚嘟噜噜嘟噜，粉红葡萄柚。鲨鱼宝宝变身成葡萄柚了，酸酸甜甜的。这个水果是绿色的，还有弯弯的条纹，会是什么水果呢？啊哈，最后一个水果是西瓜，看起来新鲜又香甜。绿色西瓜嘟噜噜嘟噜，绿色西瓜嘟噜噜嘟噜，绿色西瓜嘟噜噜嘟噜，绿色西瓜。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？原来在这里啊。你们看，鲨鱼宝宝身上的西瓜条纹有点像海草呢。红色草莓嘟噜噜嘟噜，蓝色蓝莓嘟噜噜嘟噜，粉红葡萄柚嘟噜噜嘟噜，绿色西瓜。
鲨鱼宝宝，吃完水果你吃饱了吗？变身成不同的水果真是太有趣了，下次我们再一起变身吧，拜拜。今天碰碰狐要跟鲨鱼一家一起玩，碰碰狐游进海里，怎么没有看到鲨鱼一家呢？嗯，大家都去哪里了？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？大家都在哪里呢？哦，鲨鱼宝宝留了纸条给碰碰狐。碰碰狐，我们在玩躲猫猫呢，快来找我们吧。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一家吧。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爸爸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哦，那是鲨鱼爸爸吗？不是啦，我是海狮呢。你要听听看我的小提琴演奏吗？那是鲨鱼爸爸吗？碰碰狐，你好啊，要跟我一起玩吗？这是海豚。那继续来找找鲨鱼爸爸吧。哦，鲨鱼爸爸在这里。答对了，我就是鲨鱼爸爸。鲨鱼爸爸，嘟嘟嘟嘟嘟，鲨鱼爸爸。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妈妈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放放尾巴。鲨鱼妈妈，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哦，原来是碰碰狐啊，我还以为是王子呢。美人鱼真不好意思。我们继续来找找鲨鱼妈妈吧。这是鲨鱼妈妈吗？碰碰狐好棒哦，你找到我了。鲨鱼妈妈，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妈妈。这里还有一只粉红尾巴，是谁呢？哦，好可惜，我还以为可以骗到你呢。哼，原来是海星，我才不会上当呢。接下来来找找鲨鱼奶奶吧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呢？橘色尾巴。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呢？一起来找找吧。这里有两只尾巴，一只尾巴分两条，另一只尾巴分三条呢。哪一只是鲨鱼奶奶呢？嗯，这只尾巴是鲨鱼奶奶的尾巴吧。碰碰狐，你找到我了，好棒啊！鲨鱼奶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奶奶。那这是谁的尾巴呢？是我呢，龙虾。接下来来找找鲨鱼爷爷吧。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绿色尾巴。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一起来找找吧。我找到鲨鱼爷爷了。你竟敢惹我，我要对你下毒。天哪，水母要对我下毒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喂，水母，你想做什么？没事啦。哇，鲨鱼爷爷救了我们，谢谢你，鲨鱼爷爷。别客气，这是应该的啦。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。接下来我们要找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黄色尾巴。鲨
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一起来找找吧。你在这里吗？怎么都不在呢？还是在这里吗？这里也没有呢。鲨鱼宝宝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在这里吗？耶！我找到鲨鱼宝宝了。哎呦，好可惜啊，我以为我躲得很好呢。鲨鱼宝宝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，鲨鱼妈妈，鲨鱼奶奶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爷爷，鲨鱼一家都找到了。碰碰虎好棒哦！我们开始来举办派对吧。鲨鱼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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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鲨鱼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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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鲨鱼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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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嘟噜噜嘟噜大海里。可怕的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家族，鲨鱼呀，嘟噜噜嘟噜，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，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，快藏起来 ，Go！ 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今天也嘟噜噜嘟噜，活下来了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跳起舞，嘟噜噜嘟噜，就到这。鲨鱼宝宝正在游泳。哦，你们看，那边有好多鲨鱼宝宝很喜欢的玩具呢。朋友们，我们跟着鲨鱼宝宝一起去玩吧。哇哦，我们到了一个神奇的玩具天地。有这么多好玩的玩具，让人好兴奋呀。这个会是什么玩具呢？哇哦，鲨鱼宝宝变身成一只毛茸茸的泰迪熊了，好可爱呀。泰迪熊，嘟噜噜嘟噜，泰迪熊，嘟噜噜嘟噜，泰迪熊，嘟噜噜嘟噜，泰迪熊。泰迪熊毛茸茸软绵绵的，当你伤心或害怕的时候，可以抱抱泰迪熊哦。接下来要变身成哪个玩具呢？哇哦，是强壮勇敢的机器人。哔哔啵，嘟噜机器人，嘟噜噜嘟噜机器人，嘟噜噜嘟噜机器人。朋友们，跟着鲨鱼宝宝一起跳机器舞吧！一起，一起。这个
个玩具有轮子，会是什么呢？哇哦！鲨鱼宝宝变身成一辆巨大的玩具怪兽车了。嗯嗯，我们要出发咯。怪兽车，嘟噜噜嘟噜，怪兽车，嘟噜噜嘟噜，怪兽车，嘟噜噜嘟噜，怪兽车。哇哦，这是我见过速度最快的怪兽车，太酷了！最后一个盒子里会是什么玩具呢？哦，我好好奇。啊，鲨鱼宝宝进入游戏世界了。我们和鲨鱼宝宝玩个游戏怎么样？呜呼！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，好刺激！嘟噜噜嘟噜，超有趣！嘟噜噜嘟噜，鲨鱼游戏。鲨鱼宝宝已经完成游戏了，做得好，鲨鱼宝宝！泰迪熊嘟噜噜嘟噜，机器人嘟噜噜嘟噜，怪兽车嘟噜噜嘟噜，游戏机。鲨鱼宝宝玩玩具真是太有趣了，但是变身成玩具更好玩，对吧？哦，鲨鱼宝宝，你还想要继续变身吗？好吧，我们下次再一起变身吧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鲨鱼爸爸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爸爸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爸爸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爸爸，鲨鱼奶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奶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奶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奶奶，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。我们是嘟噜噜嘟噜大海里嘟噜噜嘟噜可怕的嘟噜噜嘟噜鲨鱼家族，鲨鱼呀嘟噜噜嘟噜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快跑呀，嘟噜噜嘟噜快藏起来啊！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没事了，嘟噜噜嘟噜，今天也嘟噜噜嘟噜活下来了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真开心，嘟噜噜嘟噜，跳起舞，嘟噜噜嘟噜，就到这，哦耶！妈妈是我的超级英雄，超级管家，嘟噜噜嘟噜，超级管家，嘟噜噜嘟噜，超级管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妈妈。超级选手嘟噜噜嘟噜，超级选手嘟噜噜嘟噜，超级选手嘟噜噜嘟噜，河豚妈妈。超级医生嘟噜噜嘟噜，超级医生嘟噜噜嘟噜，超级医生嘟噜噜嘟噜，瞎子妈妈。超级老师嘟噜噜嘟噜，超级老师嘟噜噜嘟噜，超级老师嘟噜噜嘟噜，海豚妈妈。今天是嘟噜噜嘟噜，今天是嘟噜噜嘟噜，今天是嘟噜噜嘟噜，母亲节。谢谢妈妈嘟噜噜嘟噜，谢谢妈妈嘟噜噜嘟噜，谢谢妈妈嘟噜噜嘟噜。嗯啊，我爱。